是我假如说去追你，你会怎么样？你追我啊，我很乐意，你那么多钱。我够怂，只够了功能值。这个可能也不太可能了。对呀、啊，你们这些太熟了，在床上脱光了一次，笑到天亮。秀芯你好，你好，欢迎。谢谢。哎，再次来到节目中呢，多么欢迎你啊！对啊，从上一次呢，一个月前呢，对对上节目宣传那个国语琼瑶时代的歌曲啊，对我小时候的歌，真的很多人还这个写信啊，或是 email 到我们公司来，哎呦，说张秀清的歌让我们非常惊讶。这个推出来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做宣传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的是你这个节目。我是这部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CD 还没出来，几个月前啊嘛，两个月前。对啊，这时候这个通告呢是最后一个，有始有终。听说这张真的卖得很好，很棒的。哎呀，多少人看到那一集啊！我上一次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下中南部做电台，就很多人跟我讲说：“哎，我有看你上那费玉清的节目，好棒哦，你真的唱得很棒。”而且我们重播率又高。有吗？哎呦，你不晓得宣传一次等于乘以好几倍的，几乎啊，是啊是啊，对啊，几乎很多全省的观众都有看到这个节目，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发片。其实我以后发片就来上这个节目，就其他不用上。好，你赶紧勾腿。不过现在的整个生态就是说，媒体越来越多啦，所以要上节目，现在的新人比较幸运，要上节目是比较容易，但是。因为可能时代的不一样吧，以前都比较早的节目都是一定比较纯唱歌，对对对，现在不容易，现在都是玩游戏吊钢丝啊，然后吞火箭啊，听说你有人来疯，一到玩起来整个的主题都忘光了。其实我很爱上那种玩游戏的节目，公司花了好多钱你去玩游戏去。对啊，公司，哎，你不要又疯了，你不要疯，因为我是那种人来疯。有一次呢，我们宣传呢，他就跟我叮咛，他说，哎，你等一下哦，要很震惊哦，你今天穿裙子，你现在出国语专辑要很有气质哦。我说好好好，你放心吧，我去上个洗手间哦，啊，你要乖乖的哦。然后呢，他一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翻第二个跟斗了。啊，又玩起游戏。你不要看过前滚翻跟斗，没绝对没开会，还自己这样，所以你不晓得丢嘞啊！举手，因为我很会翻跟斗哦，丢丢丢，然后我都用，而且我还那个，而且我还用一手啊，举手啊那翻啊，举手丢滚啊，是啊，嗯，因为主持人说要让我打两次的单歌，我就等于赚了翻两个跟斗赚了200,000，你看，那你翻不翻？哦，当然要翻了，对啊，很快啊，一秒而已，我们宣传一回劈腿都愿意。我们宣传呢，一回来刚好要阻止，要阻止的时候呢，我已经翻第三个，他就哎，第三个翻过去，所以呢，我永远嫁不了豪门，就是这样。我这输掉了，所以你在电视上的表现，观众也能接受你这种感觉跟。对，我觉得自然就好了嘛。对，自然就好。何必自己的个性是很活泼的？是是。对啊，阿斗安你哥姐那修路了，你就干扣哎。每次电视台说，哎，这个费玉清，我们想请你再开一个频道节目。啊。一想到说名单都有提到你了。哎呦。刚我扣零，秀清那刚我阿斗一个号，你们才一瓦三八人。对，就是说打开话匣子，其实很难聊。我觉得呢，我是因为我是双子座的。台上跟台下是两个人，嗯，嘿呀，我那几个台顶有狼，只要有几个狼英雄，我就会疯狂。哎呦，啊，对，可是呢，我自己私底下是很文静的，嗯，平常在家吃吃秀，打打小牌，好不好？我没有啦。没有，就是吃那个国粹这样。我说了说了，我就觉得说，对你穿着倒没有说什么花很多钱啊，只要自己轻松就好。什么花？哎，你知道我这件牛仔裤多少钱吗？你看看，哎，啊，这是名牌啊。对呀，全台湾只有这一件。啊，真是假的？因为在我家的收的。自己做。哎，这恰我顾哎，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因为我以前是服装科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嗯，真的是。以前在家里啊，我真的喜欢刺绣啦，真的啦，这个是我在家里一针一线这样缝起来。哦，是是，那学校是哪一个服装科就不要讲，免得他们抗议。啊，
啊，怪不人要去这张专辑啊，因为看诶唱国语歌嘛，啊你总袂当如果我们，总不能唱，一定要唱得很相恋。搞成演歌了啊，对啊，哦，那也不行。但是你刚刚加那个有点流行的，就是还是有你的滑音啊。对啊，技巧太好，所以你被叫你打动啊，你嘛不敢玩的。对啊，很想再唱下去。我看到里面还有《枫叶情》都很棒，你选的那些歌。对啊，那个就要转音的了。明年容易有秋天。第二句有滑音，哎，再来。又见到枫叶一片片。哎，对对，这真的是内行的。啊，好听。要在片片的枫叶上，确定唱得上。写下我俩的誓言。哎呦，哎呦，蛮会转的嘛，哈，太厉害了！我以为说你唱不上去了，我还蛮担心。哎呦，竟然唱，不愧是歌天王。年年天上人间。哎呦，好好听啊！哦，那叫厉害。我们唱，哎，来。不是，哎，好了，哇，好听哎！特别来宾是他，哎，真的好歌哦，可以真的值得一听再听。我刚看到你真的这一张专辑太好听，每一首歌都是。目录里面有《枫叶情》，还有《秋诗翩翩》。对对，《秋诗翩翩》怎么唱？深秋风又红，这个还好，只要达到那个点就好。小哥，我觉得你如果出这样的专辑会不错。哎呦。哎呦，对呀，啊，哎呀，一定大卖！哎，你知道我下中南部啊去做电台哦，竟然很多歌迷告诉我说，哎，其实哈有一个人哦出这样的专辑也很棒。哦，都是挂啊那。哎，对。哎呀，你是奇怪的，我都不贵的，什么的东家都不来找我。对呀，啊，奇怪，你们真是，啊，人家林晨光都出唱片了，你看。没有啊，我最近常常碰到他，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真的啊，我就说。林贝贝你好，他就不理我了，真的啊，他跟我爸的年纪差不多。哦，林晨光也是这样。对啊，可能他重听没听到，还有林贝贝。后来我叫林大哥，哎，又来了，干嘛？费叔叔，听你聊天很好玩的，我听你访问都是多余的。最近还碰了什么事？你怎么这样说？最近啊，还碰到有一次呢，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啊，像我记性不好，你知道吗？常常会碰到一些人，然后很面熟，然后你就叫不出来。哎，对，常常对啊。如果有一天我碰到你说，嘿啊，你就知道我忘记你的名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70岁了。就有一次啊，我从那个机场啊出来，结果就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人，一个男生坐在那个旁边这样子，我就出来了，我就，他看到我，他说，哎，秀谦啊，然后我就，哎，真久无看呢，伊讲，无啦，我是确定你是不是张秀清，我是唔捌含你看过，就跟小哥，啊，拍摄我要变瘦，伊边啊都要变瘦，我跟你讲。是，最直接的。对啊，这很尴尬，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想说，不管，反正就跟他，反正他叫我秀谦啊嘛。对对对。他常常到外面，都很多人都叫阿谦啊，秀谦啊，我就会啊，不晓得是歌迷或是什么，然后不管每个人都哎，真久无看，还用吐槽。我是确定你是名张秀清，我唔捌含你见过面。真好啊，这聊到这。啊，我的老天路什么时候走？有一次。对，秀清还误会了。对呀，啊，没有了，我没有误会，我只是礼貌上打个电话说，小哥，谢谢你的老天路，因为突然间我们管理员说，那个费玉清啊，又送你老天路啊，金快来啦，不来啦就坏掉了。结果呢，拿了就收掉了，是吧？过时间，哎呀，天哪！对呀，你看，哎，那天跟你借了1000块，你记不记得录影？对呀，你现在还欠我100块啊？哎，对，还了你900。你要记得还。结果常常录影，一毛都没带，计程车都没有。每次都到我变车，你知道吗？以前跟他主持节目，对呀，到我变车，然后呢，哎，还跟我借钱吃饭，还被他养育了一阵子。然后2年后呢，他才说。啊，欸，想起来了，我2年前是不是欠你1100啊？然后那一天身上好像只带了1000块，还欠100。对对对，要不要还？后来为了这个表示歉意，我就想着，哎，就送了一箱的，就叫老天路送了一点。那个叫老天路，老天路还在吗？在在在。我说他本人。
后来送去结果你还不理他，就是收掉了嘛。哎呀，对呀，所以你还要再送一箱，哎，收掉不算。就你啊，就你没有，就好好去品尝啊。对呀。哎呀。干嘛？我没吃过老天奴啊。结果他还误会了，他还很慎重，又是录影师拉我到旁边说，那个眼神就很这样。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们能告诉我这样？那我觉得说，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觉得好像有一次欠你车钱还是什么的。小哥，您想太多了吧？我那开始是你，我看你的眼神，你想很多。哦，真的吗？就后来我一讲完，他也觉得那还蛮无趣，很失望，又走了这样。什么态度？干嘛、啊？你都追甜蛙了，你干嘛？你还嫌弃我？各位观众评评理。其实我假如说去追你，你会怎么样？你追我啊，我很乐意。你那么多钱，我告诉你，只够了供得起。这个可能也不太可能了。对、啊，我们这些太熟了，在床上脱光了一直笑到天亮。好久不见，谢谢。哎呀，但是我呢非常的丢一惊呢哈，台语歌后，哎呦，真的转歌路了呢哈。啊，对，这一次呢，是我这几年呢筹备很久的一张专辑。啊，是啊，阿龙伯郎刚刚帮我出啦，哎呦，出国语耶。哦，每次我跟老板说，每签新的公司啊，就说，哎，老板，我唱国语歌真的唱得很好，他们都不相信。推荐他们都不相信。对呀，在现在把镜跌破眼镜啊。哎，后来呢，我自己。就是我邀他们去唱 KTV， 嗯，然后老板觉得秀给他看一下，哇塞，真的，当时呢，如果我出国语专辑的话，现在哪还有张惠妹啊？嗯、本来要很震惊的讲，后来觉得有点心虚，就、还有张惠妹啊，虽然都姓张。我刚刚那个歌《我是一片云》在两行的讲，那个高音的部分，好听哦，好脆的声音哦。即使以前的民歌哦、很好听，但是我这一次。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民歌很耐听，对不对？是是是。但是我发现说，像70年代的歌，像凤飞飞的歌啊，对你好像情有独钟，对凤姐的歌曲。早上也听，午餐也听，三餐都听。都在听什么？对啊，太耐听了，太好听了。看到你，而且觉得你还是这么容光焕发，腰也细得很。对啊，最近拼命的减肥，非宣传期的时候都、就很胖。然后呢，我就会放松自己，然后拼命的吃，因为叫起来那个爱讲，我很爱吃。那只要开始公司说，哎，你要开始减肥，肥那个肥哥心，你要开始减肥啊，就开始啊雕塑了一下。对啊，所以刚刚呢，大家看到那个浏览那个我以前的那个以前的照片，对啊，我自己看的造型啊，觉得很好笑。你说还有什么怨妇？我靠，那就怂了，很我觉得差的，我跟他对得住嘛，然后就失望的表情。无迄个时阵，安西遐，无啦，迄个时阵是，迄款的。迄个时阵是较袂用打扮啦，他安尼讲讲。有迄相片看得到底好，迄带了一款来照三顿爱甲包。但是吼有够肥，所以吼北山、眉山你嘛袂跳。是这个秀金啊，我还记得这个。出那时间过得很快，回忆就速度特别快。对啊，还记得这个棚，你还记得这个棚吧？感触深刻。啊、以前新太多节目曾经在这个，尤其是新人的时候，我还记得看了一篇报道，有一个新人叫张秀清，听说节目时间那天也过长了，要筛选哪一个人呢？直接说这个新人不要来了，回去了。啊，长得又平凡，又脸孔又新，对不对？谢谢你的爱心。后来我还记得你泪洒的提了礼服回家去了。没有，我还礼服那时候哪有穿礼服、啊？还没有礼服啊？没有那个，我跟你讲哦，我永远记得这个棚啊。那时候又爱又恨，你知道吗？因为那千万不能放火烧，差一点。我是一直憋，然后又爱面子，你知道吗？憋到那个回家突然间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差一点。休息还叫小心。突然间。伤心，然后说没有机会，我又没怎么样。所以新人你看要冒出来是要多少的这个琢磨，很辛苦。因为我16岁出道嘛，嗯，然后一直在歌坛啊，一直熬，那时候跟着罗时峰啊，也太大张嘞，带一个师妹带了半天。对啊，然后带，后来他其实也蛮用心的啦，也蛮帮我的。是。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哦，是我最艰苦的时候。终于在20岁的时候唱到车站，熬了5年。哎呦，这个过程。20岁唱到车站，得到一首好歌。对啊，真的期待很久。哇，从此就不得了。我在秀场常看到他。
但他度的秀金啊，什么场所都碰到，有时候一天一下台南见到，中午见到，晚上又在高雄碰到。因为穷怕了，真的，小时候太穷啊，家里的家计都一个人要扛下来，所以就会租金拢爱找阿健阿哥来接头啊，对不对？哪有啦？除了去跟阿健，我看到欧亚光一路在走。你怎么知道？你猜啊？大概去阿公。是不是罗时丰跟你讲？我就知道，因为我们家新居落成的时候啊，罗时丰他们一票人，一票好朋友邱凤啦、王世贤啊，一票朋友陈磊啊，去我家。然后呢，因为我们家在乡下，一直都很难找，你知道，所以呢，我就直接告诉他们说，我也不怕丢脸，我就说，反正啊，你们看到哈，那个有一间长得很像翁亚公，据说是很像庙的那一家，就是我。那时候他在台北工作嘛，爸爸常写信说家里想翻修房子，他就常常寄钱回去，也没有参与什么设计图一大堆。爸爸是农村的一个淳朴的人嘛，他被踢上面回，那也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模式。一看隔壁的翁牙公，总要叫他来踢。他来靠呀，这是真的哦，不是小哥开玩笑，真的。听翁牙公啊，你知道吗？人家那个翁牙牙牙翁还行，糟糕，领导去，人家搞不清楚。我主要是这间啊，这间。那个设计师也够懒的，也不给你爸爸一点 idea， 说阿伯啊，你别叫那，后叫那就直接梁就盖起来了。就是很巧，我们家旁边刚好是有一座庙，那我爸不晓得怎么去设计新的房子，而且叫这间 key 的地儿。哎呦，刚啊，你好。起到外形，头前搁两个迄个金盏灯，个酒塞。他们一票人去，哇，真正有神庙的对，我是感觉较像土地公庙。救人啊！是是。不过这些年来是这个怎么讲，事业有成啊。哪里？环境改善了很多。他常常打电话给他，有时候找不到人了。啊嘿啊，哎是，我们厝头给牛奶，已经嘛刷给百威哈。就跟他做厝头的牛，他不会把肩啊哈，一下住在木栅了，一下子什么对不对？一下板桥了，你呀、啊，还卖 cake 啊？你不是要帮我介绍一个月收租就很多哈、啊？哎，你不是要帮我介绍？说到男朋友的问题啊，对对，有你这个事我放在心上啊。对啊，真的吗？有我都放在心上。你知道，本来想介绍一个黑人给你。你知道吗，小哥哦，他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几年前嘛，对不对？然后在友台的。有一个节目、啊、我们一起主持、啊、还有美凤姐、啊、对还有张卫健、啊、我们四个人一起合作、那个、节目蛮短命的对绝对不是我的关系跟我没关系那时候我们在后台闲聊然后小哥就说秀天啊你看我们要听过你搞男朋友对对真的录影从来没有什么护花使者从来不来的、啊对啊、很奇怪、哦、对、嗯、然后他就说这样好了我帮你介绍男朋友我说好啊好啊、嗯、我就说那男孩子是他的背景啊什么、嗯、他就说马上就问了对啊他说哇我你知道吗我去他们家、哦、那个骑脚踏车哦，骑三天三夜哦，都还他们家还绕不完哇那大咖我你把这妈想金的哇，那赶快赶快，你明天就请假，现在就去这样。说，你慢慢他给。他说，好好好，好，他就，然后呢，他已经打算要带我去。后来我就说要回家的时候，他小哥搭我的便车，我就说小哥啊，他们家是在做什么？他说，应当哈，写得起迪亚。把你吓了一跳的。对啊。哦，我了大真卡大汉，我冻未掉，我还搁个真卡人到底呢。结果不会呢，我跟你讲，那个人还。对啊，我喜欢啊。还留学加拿大的呢。真的、啊、跟猪都讲英文的那是啊在听下去那是滴在听下去结果现在你看一晃眼有好多年对啊搞不好都娶别人了但是我会帮你联络，万一又联络上接上线，你要准时出。可是到他们家很远啊，要到绕他们家的门口，又要三天三夜。完了，可是对方我知道他是乡下人，他也跟我稍微探了一下，我那边给他盖小挂机啊，他也是也没什么很，也没有说什么要求歌手或是背景要怎么样，他也不苛刻了，他是希望他只希望说完璧之身。那我现在想请教你一下，当然是完璧之身。虽然已经25岁了、哎，哇，那是奇迹啊！嘿，
对，其实哈，我这一张专辑啊，真的很好听，真的非常难听，真的。如果不好听的，退货，来倒贴你们，好吧？你还没有回答我，是怎么失去的？现在呢？现在呢，为大家介绍这一首《金盏花》，也是在我这一啊。这张专辑你被阿威讲一个对了，其实不要理你了，就真的也不好意思，其实有些事尽在不言中，对，我们这个人生至于说许生给谁，有的时候你还在刚刚那一题，我说我要唱歌，你还在唱歌，其实气氛对了，无怨无悔就好，对，可是要求这个一熬而立即才是最重要，找到伴侣 你现在就要 ending 啊，嗯，说到这个歌曲今天为了好好介绍我们这个歌后的转型的歌路方面，这是最重要的。其实通常哦，有很多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唱闽南语歌曲的人唱国语歌好像会不标准，还是对啊。其实我这一次的歌就是重新编曲，当然大家要听听看。他现在刚还 solo 几句啊，我就真的觉得你整个人都变掉了。怎么变调？就是整个都变了，变调啊！声音刚刚有。听说有一阵子要找你联络你，还在美国住了一阵子，是吧？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点影响。对，因为其实这几年我都不断听一些西洋歌曲啊，还有一些很新的，最近的一些新人唱的一些歌，我觉得都很棒。嗯，像你刚才讲的什么台语歌谣来唱国语，刚我那个腔调完全没有，非常好。真的，而且你刚才秀一下英文歌，哎呦，还有一点那种野味的啊。其实我自己本身哦，外个性比较开朗啊，哎呀，人来疯这样子。我有一次啊，上那个强棒初级有没有？他们那时候中秋节特别节目，然后就请了三个艺人吊钢丝、扮嫦娥。你也是其中准备设计吊？前面两个都是 model， 是席曼琳跟一个 model。对对。对啊，席曼琳啊，他们那些，然后我是压轴嘛，我一定是里面最美的嘛。秀张秀清。然后下来去，真的，那个绳子断掉。哎呦天哪！砸下来，还弹起来，这才厉害。最后工作人员一起扛了，我多导播，对啊，导播就问啊，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我来胸不一样。那时候快60公斤，对，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50公斤、10公斤，就是前一两年还看到你对女主角这种广告不容易要选，还选到你当最佳女主角，对啊，做他们广告代言人，那时也是蛮辛苦的，也是配合他的这个节食计划，因为那时候真的太胖了，要减真的很辛苦，要吃进，我觉得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啊，随时放在心上啊，对对，现在一餐吃多少？像我今天只吃了2片吐司。两片吐司，吐司不是3片吐司，那是个团体，只吃两片。两片吐司，然后一个白开水这样。这样就够了。对。那平常怎么保养一些所谓的什么？譬如说多种维他命的摄取，他们就没有了。我是有吃淀粉的。我最近在跳那个 Thai Ball， 那个拳击啊。怪怪。花了多少时间？我是比利布莱克，那个老师，我是比一个黑人，不知道帮我介绍。第三，第三叫 Kumbo， 还摆一个高高矮矮的，就跳那种是吧？人家哪是这样跳，人家是这样好不好？拳击哦，啊，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那个人头长得很奇怪，你知道？对对对，嘴巴蛮厚的。对的，有的女人也不愿意练，因为像一些伏地挺身或拿哑铃啊。对啊，听说对胸围反而会缩小了。哦。因为她没有多余的脂肪了嘛，她都结成肌肉了。搞不清楚。有的人不喜欢说越练女孩子练上围就越来越小。我觉得这是要有方法的，你不能说做的过量啊，你应该要适中的去。做运动，适时的去，对，所以有的人只玩一边哑铃，我说哎，奇怪，要练就练两边，怎么一边？因为他一高一低嘛。谁啊？今天我特别开心，但是有些问题你也是逃不掉的啦。现在目前情感的有没有一个皈依？你就不跟我介绍那个养猪的？你还在等那个人啊？对啊，你看我多痴情。哎，江西的呀，痴情美少女。其实。卖了还记得？其实我年纪，出国度假在美国能待那么久，我想也应该有一点些许的小火花了啊。有啊，当然有啊，让人家停留脚步在那。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还是有那种传统的思想，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对啊。我还记得就红了。我最希望嫁到自己的故乡。
王爷公庙。王爷公庙。都地平沙边的。我是讲你男朋友呢是基督教，还起了一个教堂的。那就三合一。